再怎么喜欢你，你喊别的男人的名字，我也不会回你的。陆廷霄，陆廷霄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我是陆廷霄，好好睡觉。 怎么样？洪远山消失了，我去看看静儿。陆馆长，情毒动情则伤，只要动感情就是要他的命。没有找到解药之前，陆馆长还是不要和我姐姐见面的好。 恰巧多了一壶酒，要喝吗？阿玲说的对，我还是不要出现在他面前的好。你要离开博庆馆。 万一说，今儿现在的症状目前还能撑一些日子，但只要亲密接触就会毒发。我离开，能增加一些日子去寻找解药。怎么打算？我查过了，秦姨是西国人，我已命人去查。 各城池的出关记录，就算绝城三尺，我也要将它找出来。好，那我就去百花楼，去探一探王义之的虚实。方千寻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陆馆长有话，不妨直接挑明。 这鱼钩令是静儿从你我衣服中寻得的，是我的。你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陆兄识得此牌，还能调动守军救下那些女子，我有向你要过什么解释吗？好，我信你，便也不再问。不管日后你我是敌是友。 我纵死无憾。不过现在情景不同，若是静儿伤了一根毫发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假若师父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给你备一口棺材。好。<笑>方千寻。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吧？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事儿，并不是受你所托。就不怕我把人给抢走了？你呀，明明是一副侠义心肠，为何总要假装做坏人？别跟我套近乎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好人。小心我在背后捅你一刀！ 静儿就拜托了，不过面具戴久了会长在脸上的，就此别过。喂，明天他跟我要人，我怎么说啊？那是你的事儿。买菜用得了这么多吗？不然怎么面对姐姐啊？怎么我走之后你们都这么对静儿？有些人可别恶人先告状啊！明明是他先一走了之的。 公子，这些天我们都很担心你。今儿这些日子，状况有没有什么改变？好嘞，给您钱。这下怎么办？这群人原本以为陆馆长找到神医就万事大吉了，结果神医还拿他来试毒。那情毒到底毒性如何，谁都不知道。是看到我的脸就会加剧吗？还是说，如果我戴着面具，能缓解他对我的爱意？
姓卢的，分析就分析，不要无端端的炫耀。我没有炫耀，不然你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吗？有啊，我直接把你砍了最省事儿，清毒解药都不用。咱们要不先回去吧，姐姐也未必会发火。咱们一直躲在外面，也不是个办法，总要回去面对她吧。 哎，一声不吭的离开，你就自己回去跟他解释清楚。你俩可是帮凶。静儿，这鸡都做熟了，怎么还这么多话？非得抽筋扒皮之后才能闭嘴？ 怎么不说话？ 这么久去哪里了？快吃，吃完回京城找你表妹。表妹？你不知道？深深浅浅是你的指纹。 那成亲的事情也是假的了，静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你，我自己问。你说过不会骗我，绝不会。就知道，我就说要你亲口告诉我。 杰西，闭嘴！一个一声不吭玩消失，另一个撒谎帮忙掩盖，谁的主意？都是他逼我的。 他们出的主意，阿离，你参与了吗？并没有。姐姐知道，我前几日刚从林州回来，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对姐姐只有一片忠心。很好，坐下吃饭。静儿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 难道你想说，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，非得你躲着我才能治好我的病？卢廷香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 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静儿呢？他说要找点野山参给你补补。现在他这个情况，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出门呢？他怎么忙忙操操的？姐姐。 姐姐，她一个人出去了。现在她这么个情况，怎么让她一个人出门了？她已经知道自己中了清毒，肯定大受打击。谁让你说的？你这个混蛋！阿玲，头好痛啊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用水吗？
是你啊，你怎么到平阳来了？阿玲，这就是我和你说的经常遇到的那位少侠。在下文人静，还没问过少侠尊姓大名。你的身手真是太好了，敢问师从何人啊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静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那个京城教坊司的花魁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叫我什么？教坊司花魁啊，怎么了？我还想问，你们怎么都在我博清馆？静儿，你来平阳多久了？谁允许你叫的这么亲密的？文人静姑娘，你来平阳多久了？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一直问咱们来平阳多久了。他不会是将军府的人吧？姐姐，你还记得咱们说好今日要去做什么吗？啊，要去找宋官媒拿印鉴。什么？花魁，你这是要去哪啊？去该去的地方。难得来平阳，不如多住一阵子吧。陆公子既然决定要走，肯定是有要事在身，让他先走吧。姐姐，你这是买了些什么呀？寿桃，我竟忘了，今日是姐姐的寿辰。各位别拘束啊。能来参加姑娘寿宴，实在是荣幸之事。在下敬姑娘一杯，祝姑娘平安喜乐。多谢陆公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干杯。静儿，对不起，我要失约了。我与各位一见如故，大家都在博清馆多留一段时日吧，我好好带大家在平阳玩一玩。来，对了，老板说还有上好的寿果送，我去拿，你们先吃。现在就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在这逗留的时间越长，对他越是不利。方会长，难道一颗寿桃的时间都不给了吗？和他的命相比，区区一个寿桃算什么？方先雪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怎么方会长说起来，好像笃定陆馆长在的话，姐姐一定会毒发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现在必须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他才能安全。你给我说清楚。听好了，他根本没有失忆。什么？都是为了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还不快点给我滚！姐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对不起大家，我假装失忆，只是害怕陆廷香会离开。徒儿是怎么发现的呀？你看见百花落被风，
有士兵把守，你一句都不问，你说呢？好眼力，好眼力。别生气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胡闹的，我是在气我自己，气我自己竟然没有早点发现。你且在博清馆好好休养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又冷了，没事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徒儿，我师父，徒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天秀，你不是暗恋吗？怎么也搞成这个样子？王一之那个废物就应该把你砍了再死掉。把灯打开。陆天秀，我杀了你！声音快点，给他们看看。你们两个臭小子，一会儿不散都不行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少给我。我老头子的医术果然高超啊！你们二人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的差不多了，但毒伤了经脉。虽然你们的体质比常人强得多，但估计啊还要多休养几日。什么？他也中了毒？月神医把我体内的情毒转移到他身上了。多亏了你的绝情草，才让他起死回生。我往返西国独林，竟中了这玩意儿，我谢谢你啊！不用谢我，你要谢我，你就自己去百毒林扎个一千下，咱们俩就两千。好呀，月灵翁，你还有什么毒药？给他用。你我去找七爷。好了好了，吵吵闹闹的，烦死了。看到你们这么收了我，我好开心啊！好了，丫头，让两个伤员好好休息一下啊。嗯。晴儿，你能不能让他把脚挪一下？太粘床了。日夜不停的赶了三天的路，大腿内侧都磨肿了，还在每天上药，你就体谅体谅他吧。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。
他对内在上药，谁给你上的药？哎呀，当然是我给他上药了，不然呢？你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昏迷了不知道，大腿都磨成什么样了，裤子都差点脱不下来。你小子真是受苦了。那，哎，重要部位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小子还是挺强的，功夫没白练。很强啊！别装睡了，来把药喝了。嗯，药能不能不喝？不能，月神医说了，得把这些药全部喝掉。你看，我已经全都好了。堂堂尹将军竟然怕喝药？这药的味道实在是太苦了。这药真好喝，我还要再喝。药这么好喝，我也要喝。哪儿都有你，我来为你喝好不好啊？啊，好了，把嘴伸过来啊！我带你去换药。哎，那个徒儿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找月神医过来。师父，这是有了心上人，连徒弟都要避嫌吗？这次回来总是心绪不宁的样子。不是，你们平安就好。经此大劫，我觉得人生好多执念都没意义了。不如等你们伤好了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游山玩水。可能你愿意和我游山玩水，但有些人可就不乐意了吧。我又没什么，如果有人爱跟着，我也没必要非要赶人。我近几日就要回去了。好久没有像今晚这么开心的喝过酒了。哇，是流星哎！爹爹说过，对流星说的话都能实现。我希望早日帮柳馆长把英叔哥拿回来。刘廷香，你呢？我希望国泰民安，不再打仗。叶神医呢？啊，你们小孩子的东西，我才不信呢。哎呀，你说一个嘛，奖了一只叫花鸡。嗯。叫花鸡，那你可得说话算话啊。那我就希望你们这些小娃娃一直都吃友情的苦，一辈子摆脱不了，把潇洒都留给我老头子。徒儿呢？来来来，我呀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真香啊，此刻最好了。说一个嘛。哎呀，喝酒喝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谁管明天谁喝谁啊。喝喝喝喝，来来来来，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一桶酒全喝完，你们信不信？徒儿，你信我吗？徒儿。
你信我就对了。好，我信你。来，干杯。今晚不把这桶酒喝完，都不许睡觉。好。干。终于露出尾巴了。尹将军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没听懂？你王上命你杀我，难为你忍到了现在。要不是我毒素未清，你早就是我的剑下亡魂了。你在我房间拿了什么？交出来。我拼死救了你一命，难道我不该获得些回报吗？方先勋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。我们不计较你是北国人，你就这样对我们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只换来你一句不计较。你又为我做过什么？枉我拿你当家人一般。果然就像尹将军说的那样，你什么样一试便知，实在太让我伤心了。我为你付出了半条命去寻找绝情草，你最后还是选择了他，伤心的难道不该是我吗？方先勋，别叫我方先勋，叫我林谢吧，我听着更习惯。别跟他废话。姐姐，我的人来了，告辞。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你休息啊。方先勋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是把你当家人看待的，你能不能……文人间，不对，
跟我当家人，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家人。你什么意思？莲王是我杀的，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？我本想让你爱上我之后，借你之力潜入南国获取情报，可就因为他的出现失败了。你还把杀父仇人当成家人，真是可笑。不对啊，我爹死的时候你才十几岁。对呀，谁会怀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呢？梁王死前还惦记着你呢。放仙雪，我恨你！不好！时间在碎片飞舞间慢慢平，踮起脚尖漫步欢喜，用力听，要一碗星星送给你，心被着迷。师父，你喜欢我吗？师父去过西国吗？愿不愿意与我一起去逛逛？兜兜转转，人间阑珊起，还是你。若能牵你的手，转身回望海市好风景，忽而再遇见你，多好命。可以成之命。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事儿，并不是受人所托。假如师父出什么事的话，那我给你备一口棺材。王少复命。徒儿，你信我就对剑刺过来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位置迎上去，剑从背后出来，像被刺穿一样，血包都在里面啊，效果逼真，童叟无欺。别跟他废话。哎呀，得用这把特殊的软剑，哎，快点送上去。姐姐，